今天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哦，石家尖怎么这么安静呀、啊？什么？哦，这房子干啥呢？这是刚吃过早饭吗？三毛这是？嗯。今天咋不是那么安静的？咋没动静啊？妈，老唱去。唱去干啥去？唱着那个合作社那个棉农新疆大桥啊，赞助钱。赞助钱谁赞助啊？你还是谁啊？合作社。哦，嘎，白这赞助？农民嘛，他现在没收入嘛，年花没收嘛。哦，那咱们去看看去啊，啥情况？我赶快去拍视频去。提前预付嘛，也是帮助嘛。嗯，不是三农嘛，现在。那咱们去看看去。好。肉没有了，今天叫你叫。肉还黑了一遍吧。好吧。太早了吧。太早了。哪里吃肉的？好。这就是我们六十四团团部，然后往十二连方向走的路边上，就是我们这个杂货厂。在我以前印象里面，这是个老建筑物，几年没回来了，我不是没回来了，没过来看了。这个发展势头很不错啊，这大门，他们已经开始紧急仪式，开始准备开始了。好，嗯。六四团基层供销社合作三农综合服务中心，六四团杂货厂。天津理工大学的，你现在咱老师都很优秀，啊，女儿也很优秀，也可以，儿子也可以，叫名起得很好，叫关安心，叫关长富，你看人家这个在这个危难之中，说句实在话，你给他们解决了资金的问题，真的，这个说句实在话，不管怎么样说，一个家庭，你让他一下子看病掏出来那么多钱。没有容易，作为企业，作为我们这个订单的这个企业，你给予了这么大支持，那反正衷心的感到比较感激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号召我们职工群众，明年多种棉花，种好棉花，种高品质的棉花。也是感谢这个棉花厂这个合作社。对我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现在嘛也恢复的也挺好的，哎，再次感谢这个王总，他们给我了很大的这个支持和帮助，是吧？不管咱老百姓大众都体会到，谁家能没有一个难有一个事儿了，但是你们解决了，那很多六十三个目前。所有在的企业都没有做出来这样的事情，你们做出来，那我相信在你带领下，那可能更多企业会有更多良好的表现，是吧？我们老百姓关键在里面要享受其中的这个企业带给我们的利益好处，我们谢谢你啊。后来观察他不是得了这个突发性的心脏病，当时我们得知情况是他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求助，我们研判了以后就给他付了80000元的这个医疗费和手术治疗费用，今天他就过来对我们表示一下感谢。小马出来了，他们也都弄完了。总而言之，小马挺感动的，原因啥呢？我们新疆平台这个政策特别好，之前只是提到一个工资，就是退休之后工资高，然后呢这个医疗水平也很高，能报到70%-80%。从今天来看，就合作社这些这个企业也好，各方面也好，对老百姓还是很照顾的。你没有钱我先给你借钱，没有利息，没有任何东西，所以这方方面面从任何东西看出来，新疆的棉农包括一切所有的老百姓的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东西只是很多东西之前小马也没看到也没拍到，真的很感动就是怎么说呢，因为现在借钱也不好借，对吧？这个压力比较大，尤其是生产病啊啥的，真的很感动，很不错，这对老百姓也有积极去生产建设吧，所以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好吧，今天就是完美的一天。